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今天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9月9号，也是亚洲的中秋节了，是吧？还是已经过了，正中秋啊。好，今天呢是我们可以说是进入到介绍完缘起。所谓缘起啊，就是佛陀在讲解流转生死的教理，所以在注疏里面说，缘起论也就是流转论。所谓流转就是生死流转啊，gata 啊，所以佛陀讲说缘起，其实就是讲说生死流转，或者翻译成生死轮回，what？瓦特，再翻成流转，翻成轮回啊，轮转轮回啊。好，我们今天要把缘起注最后一段跟大家介绍完毕，进入到主轴的地方，就是施设自我、无施设自我跟认定自我这一段呢，在佛教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重要的话要讲三遍啊，非常重要。因为前面讲解的就是我们的流转啊，生死，然后你要怎么样达到理流转啊？怎么样理流转呢？理流转呢，就是要灭啊。这个灭啊，就像理这个行，然后达到了不再轮转。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如果说前面是苦地跟极地这一段的地方啊，要讲解啊，是啊，因为要怎么样道地而真的灭地。然后我们知道后面呢，真的道果啊这个部分呢，这个属于灭地。但是你要真的道果，你要有方法啊，方法就是道地。那这一边的开始可以说是道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边开始点出我们为什么会轮转，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生死的流转，为什么会起烦恼，从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大略的出说，诶，我们有烦恼，所以我们会有轮转，因为我们有烦恼，因为造业，所以会轮转。可是你为什么会造业？你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这一边呢是点出了关键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呢，它从哪里下手呢？它下手处啊，其实啊，跟我们会产生烦恼处是同一个地方。我们先点出一个关键点，就是它从一个地方，只是你用错方法。就变成流转，你用对方法，可能就是理轮转、理流转啊。好，这一段我们今天可以说啊，是修四念住、修毗婆舍那者啊，特别在法念住的地方啊，如何破除这种啊骗执啊、骗计执、错误的执取、错误的认定、错误的认知啊。那我们这边提到两个问题，值得大家引起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读经、在读注疏，这些经注疏乃至抄，它能帮助我们什么？难道我们读经典就能够啊破除掉这个自我吗？哎，难道破除掉这个？认定自我吗？施设自我吗？
这个自我 at 就是无我那个 anat 加上否定是 an 在前面 anat。 我们讲这个我啊，它跟印度哲学有关系，就是一个灵魂见，一个常见，一个不变的神我，鸠摩罗什翻成神我。所以这个自我 at 有时候也翻成神我，你看到有些人翻神我啊，有些人会翻译成真我，真假的真。哎，因为他们认为啊，我们会死啊，这些变化是假我，有一个真的我是不生不灭的啊。那这种翻译呢，都是从 at 翻过来，这边翻成自我。所以以后你看到真我啊，你看到灵魂见啊，和看到神我啊，旧译就翻神我啊，都是同这个字来。所以只要是翻成施舍这种自我，跟圣者或者懂得经略论三藏的乃至修行人啊，修毕波舍那者，他们就没有施舍自我啊，这个就点出有施舍跟没施舍。后面呢，我们怎么产生认定？这个认定的翻译很好啊，啊，有看作，反正认为啊，啊，还有呢，反正自以为是，认定有一个东西啊。好，这边呢就是点出一个关键在这里了。那这些我们的认识有什么帮助？那有人呢，我也曾经啊听过好多人反映说，我们不需要读那么多经论，我们直接修思念住，修毗婆舍那，甚至啊，在佛教界啊，在北传、南传都有这样的一些修行人，他会对经密论教理啊有一点蔑视、贬义啊，说别人说时不保，没有修。啊，其实我们如果起了很多傲慢的心，看不起经历论研究者啊，自己也是在烦恼中，哎，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烦恼。哎，我曾经在脸书上看到一个法友啊，常常在脸书上啊都起很多嗔心啊，在脸书上常常骂很多人，然后骂佛教界、骂人、骂这个骂那个，他脸书没有什么好的一种。给你看了之后，你不会感觉到他心情很平静，让你感觉到他很不平啊。可是他说他在禅修中心修了很久，他感觉到他没有嗔心，他只是有一点点小酸小烦恼这样子。这个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心太粗，不一定看到很细的烦恼，我们看到的烦恼都变得很粗之后，我们才看得到啊。所以这边呢，其实要告诉各位就是，你理论上听佛陀开示，听阿罗汉开示，听修行人开示，当他讲解之后，你知道你为什么去施舍自我。还有有一些修行人，有正知正见的修行人，他就没有施舍自我，差别在哪里？这个地方你要靠闻思慧来建立的，不是靠修而已啊！啊，你懂得，你知道你施舍自我的问题从哪里产生啊，解铃人还需系铃人呐、啊！你知道你解绑在哪里啊？然后这个我标成红色，就今天要谈这个内容，但这内容也很长，但是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边我就不会快速的说，我会点出重点，再补充资料来帮助大家。那希望大家，如果你明年还有机会，我们在学到止跟观，特别在观的地方，我们会再比较详细的讲啊。那另外呢，也有学员好来问起，希望我再安排时间讲这个真知部，先止后观，先观后止，然后止观同时呢，接着呢最后一个调举，注释书提到了十种染，希望我再讲解啊。不过因为时间真的已经不够了，我必须回到先讲主要的内容。这个十种染，我会在明年的毗婆舍那的地方会专门谈毗婆舍那，会再重复谈到的啊。然后下个星期就是最后一堂课，我会大略的介绍这个部分，起识住还有八解脱啊。这个呢是可以说是个缘起是苦地，以极地为主，这边讲道地啊，最后呢其实讲到灭地啊。就是道果了，后面了哈。好，接着呢就是下星期还要跟博慧老师做交流，我们会留30分钟给博慧老师。好。
好，缘起的这个大因缘经的架构呢，我们今天要进入呢，可以说是如何从这个流转向于幻灭，幻灭啊就被灭啊。好，这个部分就是这里了。好，我们今天呢要点出一个重点，大家注意这个关键字了啊。事与名色啊，这个讲完之后，就名色与事的相互为缘，看到吗？名色与事相互为缘的范围，它是增于路、缘于路、施色路。可是这个名色与事的相互为缘的范围又是什么呢？智慧行径。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重点了，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因为九支缘起所讲逆着上到最后事与名色，接着倒过来就名色与事，名色与事这个相互为缘的范围，注意啊，它重复的地方就是名色与事相互为缘的范围，它是什么呢？是增与是缘与是实色，它又是智慧显进。简单说，我们会错误的失色自我，认定有自我，就从这边开始产生。然后你要还灭，你要开始下手功夫，也是从下面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呢，如果要用一个简单让大家快速吸收到问题，增于源于这些哈，其实语言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认为有一个不变的自我真我是有问题，所以失色地方出问题。好，所以你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去解决它，就变成是智慧醒进。那你要下手处错误地方从哪里出来？名色与事啊。然后你下手处在哪里？名色与事啊，这样理解吧。好，所以为什么圣人同样是名色与事不会失色，或者说成没有失色自我？那为什么凡夫啊颠倒的众生会从同样的地方失色自我？就是来自于见啊，看见的见就是错误的知见，那也是从这地方产生。那当然这个见本身又会恶性循环啊。好，我们下手的地方还是在名色，名色的地方，所以我们产生语言失色它的地方就是事与名色，名色与事。简而言之就是五蕴，五蕴啊，就是在五蕴的地方。好，好，接下来呢，他这一本注释书这边呢，根据经典呢，他是以这个片产作为例子了啊，所以片产作为例子。然后这些人会在这个地方去失色自我，然后还有一些人没有失色自我，还有一些呢怎么认定自我。好，好，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了。好，接续的上一讲的一些结尾，这个缘起处我还是大略的再提一下，我们就作为一个衔接，从缘起到怎么样有失色自我啊。好，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好，眼、耳、鼻、舌、身、意，好，这些产生的六种处呢，全部呢都是果报事。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在讲流转缘起，在讲缘起哈，所以就要把四种出世间果报处除外。为什么呢？因为出世间果报不在缘起中啊，不在缘起中，因为缘起是讲解什么呢？讲解就是轮转啊，轮回的流转啊。所以在书中菩提长老啊提到啊，四种处世间果心啊的处心所啊，那这种处呢就是这个处啊，不是有眼耳鼻舌身前五个的处来。好，我们从这边可稍微了解一下哈，其实这句话里面啊衍生一些问题哈，为什么呢？好，我们先讲前面一个。为什么书抄里面书里面说处四个出世间果报处呢？因为缘起论即名轮转论啊，巴迪恰萨木巴德嘎特那么瓦德嘎特啊，所以他说呢，佛陀啊在讲缘起啊，其实就是在讲轮转啊，
因为这里是在讲轮转，所以必须把出世间果报处除外，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菩提长老这边有提到，出世间的果心中的处啊，是透过意识的处，这个值得大家留意。近代啊，差别在南传佛教有在讨论毗婆舍那，能不能观外观，能不能观过去观跟未来观。你说未来观还没发生不用观，那过去观呢要不要观？经典中啊，无数次的提到，包括阿毗达摩中，包括注释书中都提到外观。你修四念住，你就会面对外观的问题。所以近代巴利佛教南传的禅修系统产生有不同的解读，好，因为他们主要的一个关键点有一些主张，认为别人的处你如何处得到，既然你处不到你如何观，你观也是假想观，那未来的处你如何处得到，你处不到你如何观。因为这种处的定义已经充满了一个主观的定义放在身体上，可是如果你阅读注释书，好，你知道包括经典这个处的定义啊，像菩提长老一样提到，包括出世间的处不一定是指眼耳鼻舌身哦，是指意识。所以菩萨也好，南传的注释书都提到，只要是对于过去的一些行境，对未来的一些境，乃至对外在的境，你有没有处呢？你是否一定要用身根的处呢？其实意根意门中的处很重要啊。所以大多数论师会把外在的过去的未来都归到意门中，我们读阿毗达摩就知道。那我们知道意有意处啊，所以有六处啊，经典中处处说六处，不会说只说五处，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哎，对外在的很遥远啊，比如说我现在人在丹佛，然后想到在台北的某一个居士、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请问会不会触到我呢？种在深根的毗婆舍那系统认为不会触到，因为距离很远啊。有时候你在隔壁邻居，你距离100尺都触不到我了，可况一个在美国、在台湾。不是的，距离遥远啊，它本身是法所缘，它本身啊也会触到你。我举一个例子，你想起一个你很感情很好的人已经去世，请问这个影像会不会触到你啊？你想起一个你很不高兴的人，会不会这个影像会不会触到你啊？不管这个所缘在现在空间上距离很遥远，在时间上是已经非常过去，它一样触到你。所以从经典来看，所有会触的东西啊，都是要关照的地方啊，不只是身体上。所以这个问题呢，因为是这个注释的地方延伸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所以不要把处一定只锁在身体上，这个太狭窄了，这个定义不合乎经注疏的定义。不过它却是近代一些存观系统的一些另类的新的解说。好，这个处呢，这边讲完之后呢，他说呢，这个处是受的多种缘啊，多种缘是多种方式啊，多种方式。你们在书中会看到，他已经举出了很多种缘啊，24缘中的很多种缘啊。好，下面这边我们说12支呢，说是名色眼六入缘处，但是9支里面没有六入，所以直接就说是名色眼处啊。好，这边呢，我只是列说一些。我觉得因为我把时间放在后面的那个施设自我啊。好，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啊，阿难凡一比等形象，这是来自大因缘经啊。那一比形象呢，然后事相而有名神，名之集合之施设。那这个除了这个受想行识都一样有啊。在语法上呢，这边呢，菩提长老已经举出了这个是绝对处格，跟上一讲也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个语法就没有像持有故比有那么简单了，不是简略型。如果不熟悉巴利语还看不出，其实它是
前面跟后面的连接，大段中间呢是描述这一段，这一法也不是我们今天想多讲的，这让大家知道。好，这边就开始我们进入。如果没有这个四个五色蕴呢，受想行识的施舍的时候呢，色身中的有这个益处吗？啊，这问第一个问题。彼得所受等形象等名神施舍诸因不存在时，色身中的增与处可得了知否？没有这些名法，色法中色身中的这个增与处会产生吗的意思。这一段呢，有主要是博慧老师注意这个地方的断句。与一门中升起跟这个益处是同义语同义词的，叫增与处。好，这个呢是在这边博慧老师还有新的一个翻译，你们自己更正了在书本上，就是在287页这地方，增与处的同义与益处之所的这段改成红色这一段，增与处的同义语得名增与处，因以增与施舍被理解故，这个有新的翻译在后面，这你们可以自己修正。好，这语法东西我就不多说，主要是说明呢，这边呢就是回到第一句，就是没有名神，那色身中的处可以产生吗？会有吗的意思啊？主要讲名色吧，这边然后第二个呢，是没有色身施舍的时候，名神中有对处吗？你看这个有对处是发生在多数在跟前五根有关系，这个益处呢是跟第六根有关系，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名法会有色法的益处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色法还有名法的有对处吗？这样子这样讲比较好懂。第三个呢，没有名法又没有色法的时候，有增与处跟有对处吗的意思这个问题当然阿难尊者在佛陀在问的时候，这种呢四种问答中，佛陀跟阿难的对答很明显呢，就是用什么呢？反问式，对不对？反问式引导阿难尊者就否定了，当然不会有啦，一二三都不会，不存在没有正如呢，芒果跟葡萄生在空中，对不对？芒果跟葡萄没有一不突然生出来，你看如果没有明法，这个色法的益处会升起吗？大家注意哦，色法的益处怎么出来？要靠明法对不对？没有色法，请问明法中的有对处升起？不可能啊，没有色法有对处也不可能升起啊。接着第三个问题，没有明法又没有色法，请问有对处跟这个增与处产生？不可能啊，增与处跟明法有密切关系，有对处跟色法有密切关系，虽然两者都需要明色，但是它有偏重性，所以如果都没有的话还会生出来，它说就像空中生芒果，空中生葡萄江布好，第四个问题，没有明色施舍的时候还会有处吗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就是四个问题来问，这边已经开始引导我们，请问你的处你不管你是有对处还是增与处，从哪里产生？从名色。所以因为有前五门五根有对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你看到东西产生的处，听到声音产生的处，闻到香味，舌头尝到滋味，身体碰触到，这些处不只是生根，眼耳鼻舌身这五个都有处。第六个处呢，在经典中讲的第六个处，也就是这里要讲的，就是增与处，也叫子称处，它是属于益处所以严格说，按照经典的完整的处就是六种处，所以完整的毗婆舍那也应该要修习六种处，而不只是生根处如果过度偏重生根的话呢，忽略了其他五根，它是一个不完整处的教法跟学习方法其实我们的很多烦恼产生不只是生根生根本身不会产生烦恼，生根的处会产生苦受跟乐受，但是你会施舍自我的时候不再生根，是在一根中产生的子称处产生的，有一个认定
有一个长恒不变的自我、哦、叫神我，叫灵魂、啊、刚才、啊、我们介绍完，接下来介绍的是四缘名色，一以四而有名色的意思、啊、一以四。那这个三段呢，我们在导论讲过了、在洪启安、老师那边这个专题辅导也讲过了，我们还是带过哈。因为一以四而有名色，一以四而有名色，如果四不入胎，这个就是叫做名色，就不能把滋长，对吗？入胎之后又离去，名色也不能滋长。纵使生了之后称为人，那一期生命中你的四被中断，你名色也不能滋长。所以这个一以四而有名色三个定义啊。然后接着下来就是名色缘四，就一与名色而有四。哎，这段很重要，这段是用了一种哲学跟逻辑方法哈，阴明学的方法来试问问答的方式。你们看哈，他说，哎，如果大家应该在北传佛教或者汉传佛教常常听到四就是心网，对不对啊？四代表心网，是加个网字，巴利佛教比较少用这个，不过这边你可以看得出也有类似的譬喻。四等同王，心所等同大臣，对不对？或者大众。他反过来你说一以四而有名色，那现在一以名色而有四，反过来问他说呢，这些大臣众啊就问国王啊，他说什么叫国王啊，谁所做啊，那不是我们做的吗？如果我们不做你的宰相，不做你的将军，只有你国王一个人可以称为王吗？对不对？至于你一个人可以叫做王吗？王是因为要有人民、有大众、有将军、有宰相、有大臣衬托出你叫做王，对不对？啊，他是用这个譬喻。接下去他就说，如果没有衣食受想行三蕴，还有色的心所依处，这是巴利阿毗达摩哈的解说。请问你会成就皆生事吗？哎，所以。要一以名色而有四，对不对啊？这个道理是这样来说的哈、啊。所以其实这边一直在灌输我们，告诉我们啊，一以名色而有四，一四有名色，这个是叫做四缘名色，名色缘四的道理。各位听得懂了吧？啊，这个互依性就在这个互依性的地方产生有四色无四色了，哈、啊。与事与名色的相互为缘的范围，而有情有生老死莫在神啊！刚才我说这几个范围啊，就是我们的增语还有这个智慧行进啊。如果延续着上面的缘起住的结束呢，其实大家说的就是这个相互缘的地方，就是众生流转生死的地方，这样。听得懂吧？啊，好，接续着这个流转生死，后面接着下来，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产生语言概念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修行用功的地方。所以修行用功不能离开五蕴，不能离开名色以外，有另外一个修行的地方啊。按根据初期佛教的教理啊，以佛陀的原始的这个等怀来看呢、啊，这个教法我们不能忘失掉。忘失掉之后啊，很有可能我们会走到外道去啊，有可能偏离了佛陀的教法。好，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三个重点哈。色与名色的相互为缘，就是众生有情，就是众生的生老死这些的，包括他的再生。好，名色与事这两段呢，要说明就是增语录、缘语录。什么叫增语录呢？他这边翻译成增容增财，他说这个是未见起意，这个翻译得很好，就说徒有名称，毫无实意。为什么呢？因为菩提长老说增容增财这个巴利文啊，是在注释文献的时候的啊。注释文献时期印度常见的奴隶的名称，奴隶啊，这些奴隶叫真容叫真才，
其实他一点都没有荣，一点没有才，根本就是努力来的。这个叫做未见其意，也就未见实意啊，没有实际的意义，只有什么，只是涉及源于转起的源所道，看到吗？只是一堆名言称呼，毫无实意。从这边其实也开始暗示我们，我们这个名称称它什么什么，有一些名称即使啊毫无实意的，只是名称而已啊。而且这个名称呢、啊，你在某那个位的时候用这个名称好像恰到好处，你已经下了台之后再叫你是什么名称就没有实意了，对不对啊？所以名称呢、啊，有一些内容是空洞啊。第二个源语道呢，这个是因为涉及原因所转起的啊。第一个呢，涉及什么呢？是原语而已，纯粹只是原语的转起，毫无实意。第二个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意念就是正念者萨提啊，萨巴加呢是正知者啊，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称他正知者啊？又称他正念者啊？因为他有正念，有正知，所以有原因。第三个呢，施舍路，施舍是安利啊。安利呢，比如说明智者聪明，聪明显智广学，那这种是从各方面使令人知，从各种方面，你看一个聪明人我可以安利很多个名称啊，种种施舍都是为了达到说明这个人很聪明，那都是使令人知，为让你知道。所以施舍安利这名称呢是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令人知道。第一个要注意哦，有一些只是名称没有内容啊。其实啊，像错误之间的施舍啊，比如说有一个真我，有一个自我，有一个不变的神我，其实就是真容真才了，纯粹名称而已。没有一个不变的我，佛陀说在缘起只有什么呢？名色与事的相互缘下产生了一些功能作用啊，这些功能作用你会去安利有一个名称，有个不变啊，有一些名称安利之后啊，我们会安得着心安，但是跟真理是有差距，跟真相有差距，跟实相有差距，只是了胜于无啦，对不对？哎，反正我还没断烦恼嘛，安利一个名称我就觉得我很安心。我们也不可否定哦，概念会影响心情，因为概念是法所缘里面的概念法，这概念法会产生你的生理反应，属于一种心声色。比如说你想到一个很快的事情，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对不对？那你想到一个悲伤的事情，你心情身心也会低落，所以概念会影响的。而且呢，概念会吓死你啊啊，概念会把你吓死啊，对不对？所以概念呢、啊、要注意，有很多概念呢真实法上毫无意义，意义说没有实质意义，所以未见其意的意思这个。但是这些意义是人给赋予定义，你给予它什么定义，它实际没有定义的，它是空洞的，但你会给它定义。这定义呢有时会蒙着自己一下，快乐一下，对不对？那实际上当你了解真相之后，它不存在啊。好，接下来下面就说了，增语录、缘语录、施舍录三者呢都是成鬼啊这些的一处的五蕴。那这说呢这些所说的就称为增语等一处的五蕴啊。要简单说呢，这些东西从五蕴中产生啊，五蕴产生，然后呢你会产生种种的定义啊。好，下面呢名色与事相互缘是智慧显进，这边要注意了，智慧显进是智慧所行所知，然后呢名色与事相互缘范围是智慧显进，这个是轮转转起，是轮回之轮转起，是解说定义啊。然后这边呢说一旦帕瓦，这个状态呢就是指五蕴啊，五蕴。好，下面我们开始进入这边。阿难，或施舍自我为游舍少量，这边就开始经典，这引经的话啊，经典的话说，
佛陀阿难，这个阿难说阿难啊，施舍自我，这个施舍是不会老是翻上让你理解，这个是施舍自我，自我从哪里来，是 atta， 就是这个字 atta， atta 哈， atta 呢， atta 什么自我为有色的 rupin， 就有色的，还有 parita， parita 通常会有限制，有限，有量，少量啊，这里翻少量，也就有限的啊。好，这段话要解说下面的四个：有色少量，有色无量，五色有量，五色无量，这四个啊。这四个里面，这个地方就是产生自我的地方。各位要注意，这个只是引修片禅的人，修片禅进入色界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从第四禅进入空无边处到事无边处，这个是典型的十片处的修法。好，这里讲到十片，我们必须先跟大家说明，经典中讲的十片跟我们看到清净道论属于注释书时代的十片，后面的两篇是有所不同的。在清净道论中，如果大家常阅读，常常会听到后面就是限定虚空篇跟光明篇啊。在经典中，十篇是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啊。所以简单的说，十篇中啊，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八个篇之后，破除这些色的篇之后，进入则是空无边处，不是进入限定虚空篇。为什么知道呢？书抄里面直接指出它不是限定虚空片。当然从经典，熟悉经典就知道，在佛陀教法的十片当中，后面就是进入我们称它为五色定啊，就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好，这里呢，这里讲施舍自我，主要是从有色到无色这方面，所以有色是属于有色片的，无色这边是讲的空无边跟事无边啊。但是有色也好，无色也好，它的所缘目标刚开始都是少量的，是有限的，到后面扩大到无边的时候啊，不会老三翻无量是吧？哈，也翻无边。我们称空无边、事无边，那个无边就是这个字啊，无边啊，同一个字，但有很多翻译哈。好，这个整个概念跟大家介绍了，你再看这四段你就好懂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施舍有色少量，就是色界有限的片定啊。凡是取这个不令增大，这里是讲不令增大啊，不再使它放大。啊，什么瓦迪达啊，瓦迪达就是没有再被增大的啊，已经没有再被增大的。这个片相哈、啊、为自我，有些人会取那个不再增大，已经固定，所以叫少量，也叫有限哈、啊。他就施舍那个片相为自我，凡是得到这种种的相呢，他施舍那个呢，某一时候青色，某一时黄色，所以我有时候青色，我有时候黄色，为什么呢？他把我跟相视为一致，这个定义出自在《杂含经》也有。地即是我，我即是地、哦、修地片的人会产生的，会把这个色片所缘，不管是有边无边，是有限无限，是少量无量，把那个相色所缘视为是我，所以呢叫做有色少量，施舍这个有色少量为自我。第二种呢，他会把这个以令增大后的片相视为自我，他施舍有色的或者无边或者叫无量的这个已经扩大之后、增大之后的片。通常在修地片的时候啊，如果你是找地，你就要找一个比较纯洁、比较少杂质的地啊。当年我在缅甸的时候啊，因为我还没学过啊，那时候我们小餐完毕，小餐人不多，外国人不多啊。我们算是第一批华僧吧啊，华僧。然后泡老禅师呢，小餐完之后带着我去找地片，我们就到了一个，那时候一直下着雨，下水冲刷下来的那个雨水冲刷泥土非常整洁。那他老人家就蹲下来在地上画一个圈，
后来圈他用他的这个为直去除掉一些刮了边的一些粗糙，他说你一定要先选会这个泥，那你要纯洁，不能太多石头啊、枯枝啊、杂质，泥料颜色品质要比较一致均匀。画了之后他叫我蹲下来在那边取像，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之前已经修过了安邦念，安邦念的残像，他说你用安邦念残像来取片像就容易了，这是他老人家教学的一个技巧。那取了像之后他就等待说你现在可以产生这个视像吗？啊，如果可以了你就回去故地就开始练习了。所以这种在地上画出来这种我们叫做准备，在准备像叫预备像或者片作像，接着叫取像，你产生视像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去故地就开始练习。这时候像还没有放大的啊，所以不令增大，这时候是叫做有限的或者叫少量的，或者也翻成有边，因为它那个边很清楚，对不对？第二种呢是无边的，已经放大了，已经扩大了，扩大到最后叫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接触这个是阿难达啊，就是已经放大扩大了。那这种呢，你在修本身没问题，可是呢，持有错误之见的人，或者持有这种见解、持有这种邪见的人，他会把这个相视为我。所以在《杂含经》有一部经就提到，有人在禅修的时候。修到地，对，地是我，我即是地，这个就是自我的产生了。另外一种呢，除去已经使不再增大后的片相，有一些人呢，他就除掉这个不使增大后这个片相呢，然后取那个片相的一片布所及的空间，相有多大？他可能刚开始，比如说在地上取到片，刚开始我们练习可能只是放大到一个脸盆。再放大到谷底，你的疗房有多大，小木屋里面有多大，那有时候不再增大了，就叫做已不时增大后啊，除去这个相，刚开始你的相片满多大的空间，这时候把这个空间里面的设法去除掉。我看博慧老师这边也是引用清净道论空无边处的教法啊，去除掉那个色啊，去除掉那个色之后呢，刚开始那个色占的空间有多大，所以这边呢博慧老师用的版本是 PHUTA 啊，不得啊，就是翻译成以片布的啊，片级的，不过在缅甸版这边是 PHUTTHA， 是不得，有去有音气去音字特出来啊，这个是指所触及的，版本不同啊，不特跟不特这两个意思上可以通，都通的哈。一个是以片级的、片布的，一个呢以触及的空间。这时候呢，你就以触及那空间色法已经去掉没有了，剩下的空间叫 ogasa 叫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以这个有限量的空间来练习进入空无边处啊。就取在那个时候在那里啊所转起的四种运啊，因为已经没有设法了啊，所以只有事是自我。这时候呢他不会再执着那个片相地片啊这些为我，这些指例子啊也可以是火片跟水片跟风片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以此类推啊，不会再执取那个地片设法为我，但是他会执取呢事是我。因为是无边呢、啊、其实是无边，那个我大我更大，为什么？你感觉那个是啊遍满这个空间，刚开始比如说遍满整个房间，至少比局限在一个躯身色身身体上不是大很多了嘛，对不对？那下面呢是无色的这个无量的更大啊，这个是无边定啊，空无边是无边定啊，这个更大了之后呢，它放大到比如说放大到整个啊，城市放在整个村庄，整个城市放整个国家，放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所以片场的放大呢，它跟这个事无量心有类似。事无量心所缘不在色法，不在空间，在有情，但是片场呢是在色法转向明法，所以呢这个片场后面呢、啊、转向明法的时候，严格说它不属于片场，它是属于五色定了啊。
那时候他放大的所缘，有一些人比如说放到无边了，他的片场已经到无边，等到他把那个占满无边的这一种设法去除之后啊，去除那已经增大之后的片场呢，取那个之前遍布的触及的空间啊，是就空无边处啊。那之后呢，再取那个四而转起，叫四无边处啊。是这两种呢，都会施设为自我。所以空无边处，然后四无边处，这两个呢，它比较衔接经典这边。当然整体看起来它比较像讲多一点空间的地方，可是后面呢还是会提到事啊，所以这边呢内容来断定啊，这个后面呢衔接不是限定虚空，更不会是光明片，而是空无边处啊。然后为什么我们知道他这么说他一定是空无边处呢？在书抄里面啊，书里面有点到，我有翻译出来，我不知道我放在哪一段哈，啊，这边我也说哈，经的教法前八片之后呢，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跟论点的教法是限定虚空跟光明片不同，大概注意这一点哈。这个无边呢、啊，我刚才提到也可以放无量阿帕玛那，博慧老师这边用无量好像哈，然后。注释书说通的无边就是无量的意思啊，啊，这个我就不再一一念了哈、啊，嗯，好，这些就是简单的说，上面呢修片场的时候会依色法为自我，到了无边的时候，这个无色界的时候，无色界没有色法，所以不依色法为自我，它就转向依名法为自我。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悟到了一点？我们这个我很会找东西来黏，没有 A 我就黏 B， 没有 B 我就黏 C。自从我在学习经典跟注释书的教法之后，我才理解，深刻的理解到为什么五蕴都要练习观察，不要只观色法，不要只观受。虽然我们知道经典有时候偏重讲色，有时候偏重讲受，有时候偏重讲想，偏重讲事。但是最好都观，因为我们那个自我会找地方躲藏，会找地方来黏。你说色不是我 ，OK， 没问题；受就是我了。你说受不是我 ，OK， 没问题；想是我了。你总还有的地方躲啊，对不对？所以要各个击破，毫不留情，对不对？你才能够真正啊，不在行运中啊，继续流转了 啊，不在行中流转。好，接下来经典就说安难其中，这其中说上面这四种都会以色法或名法执取为我的是持见者，称它为 Ditti Gatika， Ditti Gatika 就持恶见者，持邪见者，持有这一种错误之见的人啊，会在这个地方会去黏着啊。那这四种施设自我的持见者呢，一现世一他是随免此分啊，下面开始介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以现在今世啊他是，还有一个是随免，随免就是这个潜伏的啊。一现世呢当前啊，现了现在了啊，就当前，一当前之后就没有了啊，这个是断见。然后呢说他是来世还会继续存在，这是常见。第三个呢就是说常断之真，非真实性的自信啊，萨满呢是一种现在分词，是正在是，正在存在，正在有啊，正在有的时候啊，非真实自信啊，这个不好翻，跟博慧老师有请教讨论这个啊，不好翻。他说中文这个不好表达，是萨满呢，他说基本上都没翻啊，这个字也不好翻。可能在英文比较好表达啊，一种 being 啊。他说可能中文的表达是一种是，可能更好，更容易理解。其实萨满呢是现代分词，是一种有，是一种 be 的一种正在发生啊，正在有，正在存在啊。或者正在是啊，非真实啊，非真实自信，
非真实自性死，我再加上三打就是死在发生啊。伪真实性就为了这个真实的情况，我将令成办，我将令成就的意思。令成就在这里呢是显示什么呢？常论者、断论者的争论。朱士书说这下面两个 A 跟 B 有标号啊，他说是常论者跟断论者的一种争辩啊。这个地方第一段呢就是呢，断灭论者呢他这样思维过呢，他说思维这个常论者，他说自为非自我这个灵魂见生我见非真实也非断灭的自性，那我将要令这个真实意的断灭自性成办，因为他是断灭论者嘛，他认为真实意是断灭自性，我令了完成，所以我要有一种呢，有一种想让常论者看见你这个过患了、啊，所以应该要去取或者赞同我的断灭论。那此常论者呢，就想去改变断灭论者，想让断灭论者知道啊，你的断灭论有过患，应该取常见的意思。这是注释书的分解啦，哈。那菩提长老他在他的书中有提到啦，哈，有提到，他说第三种的自我见可以理解为呢，欲令现在非常的自我未来成为恒常的自我啊。波普利长老这个解释呢比较接近是 B 啊 ，A 是相反面的，是断灭论啊。好，大家不了解没关系，这个只是注释书的一段话啊。我想下面要介绍的是这个啊，自我为有限之随见，随见或者翻成定见哈、啊、的一种潜伏啊，潜伏，自我为有限啊，此邪见潜伏。然彼非如慢啊如藤般潜伏，因此呢未舍断自意为潜伏。所以这里就说不是说很像慢啊藤啊这种潜伏，而是指它没有舍断啊，没有舍断的话呢叫做潜伏。其实我们就翻水免啊，就这个字 anusaya 啊，这里是 anusati 是动词，主词是水见 ditti 当主词啊。啊，这边主要还是讲解那些错误的知见啊的色片的四种啊，还有他弟子那推论者达迪卡的四种，加上他弟子有16种呢，持我见者，这个数据有一点机械化，刚好四个，呵呵，对不对啊？刚才提到嘛，啊，的色片啊，执着色的空，执着空啊，啊，就是有2个跟色法的执着，2个名法的执着，就4个嘛。这4个的老师又教他弟子，他弟子也变成有4类了啊。有一类呢，推论者，这边推论者说他没有亲身经验，他只是听来的或者他推论出来的，他也教他的弟子，也有4种叫16种，4416啊。好，刚才我有说这个啊色片啊，五色片呢是去除这个已经去除片之后的空。不是限定虚空，也就是2个没有色片的任何一个，所以呢从这边来判断啊，应该讲的就是不是限定虚空片，他讲的就是空无边处跟四无边处2个五色没有色的啊 ,not rupa kasina, 啊，所以这个五色就是没有色的片啊，所以没有色的片呢按照经的教法后面的确就是空无边跟四无边。不是限定虚空跟光明，所以书这边有指出这一点啊。得色片者这边就开始一个重要的讯息跟大家注意了，就是得色片者是呢，因为得色片者的每一个见论就是见解啊主张啊，瓦达是一种理论一种主张啊，持有我见的这种主张呢，他都以自己所骗记的就是假定所执取的，是下面可以翻译成高举或者坚持所安立的4种持有4种见啊。他的弟子呢，他的弟子另外4种呢，就是根据那些获得见的理论的限量传承学习把握之后呢，然后呢如那样的接受他，就是说老师有经验，他是有经验呢，他的确有片场的经验，有空无边处的经验，但是他把这个经验的这个设法跟名法执取为自我，有个灵魂见，有个自我真我，
然后他又教他的弟子，所以他弟子继承的经验呢，不只是理论呢，它是限量的，看到吗？啊，是一种经验的，所以这加起来四种就八种。另外呢，所谓的推论者是呢，他并没有实际证得片场，他只是以推论所说的四种见。然后呢，接着他又教他的弟子。其实每一次讲到这一段，想到这一段呢、啊，其实我都感到惭愧的哈。曾经有人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要去禅修啊？”哈，我说以前我在佛学院啊，刚开始啊，我是负责教小止观，还有六妙门，然后在圆光大学部也教大智度论的六波罗蜜。六波罗蜜里面，我特别相应的就禅波罗蜜跟波尔波罗蜜哈。但是我在教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问题，我知道智者大师很多东西跟大智度论有关，就他那年代还没接触玄奘大师的东西，那有很多是也是诚实论的东西哈。那教到止观的地方，我会心虚，为什么心虚呢？我觉得就像注释书说，对于古德佛陀、古德圣者乃至过去古德所修的东西，我只是推论他们所说的，我没有实际经验，我总是觉得我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所以我说为什么后来又放下了教职跑去禅修啊，我觉得这个影响我很大。我不知道各位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触哈、啊？也许我是太过性情中人还是什么，是想太多了哈、啊。不过这个至少是我的感触哈、啊，给大家分享。好，下面呢，开始讲五十色自我就很短哈、啊。一切圣者阿利亚啊，一切圣者阿利亚布嘎拉，一切圣菩特切罗，一切阿利亚布嘎拉，他们没有十色自我，他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十色，他们有十色，不会十色成自我啊。所以波慧老师为什么后面一定要加个方括号自我，不然你误会圣人没有十色，圣人有十色啊，修行人也有十色啊。他见过你之后，你下次再来，他还认得你叫什么名字，他也知道你十色的名字，他不会把 A 叫成 B 啊，他只不会十色有个自我，有个不变的常见啊，有个我见常见，包括多闻的三藏持者啊，二藏一藏啊，或者以上觉者的，以上觉者是指什么呢？一定懂得辨别决定，能够在经论中啊，经律论中能够觉者善分别。以学成已经把握更尼卡雅的说法者，或者已经发强观者，阿拉塔，阿拉塔是已经被发动，已经精勤的毗婆舍那者啊，已经修观者，也不会有失色自我啊。啊，这边可能就是按照博慧老师的习惯，可能就是要加一个自我啊，不要失色自我，不是说没有失色啊，他不是说没有失色，是没有失色自我哈。啊好，以彼等对这个片禅这个事项啊，我们注意到这边嘛，也出现这个巴迪巴嘎卡西那啊，帕里卡曼尼米达乌嘎汉尼米达巴迪巴嘎尼米达，巴迪巴嘎就是叫事相事类事项啊，所以以彼等对以片禅的这个相事片。这里还是用卡西呢，还是用片呢、啊？这边相似，他用是相啊，哈，是片啊。这边应该还是一个片子。由以片产是相之智，巴蒂巴嘎卡西呢，以片产是片是相，只是以片产是相之智。所以，一个没有实色自我的人，他进入片产的是相卡西呢，就是尼米达了，哈。进入这种巴蒂巴嘎尼米达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尼米达产相认为是我，他只是知道他是四相，这样理解吧，所以他是智。对五色的部分呢，就四蕴呢，受想行识这个四蕴呢，也只是知道是四蕴，这样理解吗？就是色法就是色法，名法就是名法，他清楚知道，所以是智，他不会认为色法是我或名法是我。这是最后的一个结论啊，这边就是说五十色自我的结论差别就在这里。有十色自我的人呢，会把色的禅相认为是我，我就是地，地就是我，水就是我，我就是水，以此类推。
包括没有设法的时候他就只许民法为王，但是没有施设自我的包括圣者，包括仅看精通经律论三藏的人，对不对？包括修毗婆舍那的人，所以经教还是很重要。他没有提到他一定正果啊，这边呢、啊后面这些没有正果，前面是圣者是正果，后面这些没有正果啊，他一样也可以不会产生我，这样理解吧。或者我们简单的说，纵使他是凡夫，他对经义论、对经教、注释书、毗婆舍那修习的越好的人，他的我是越来越少的人。所以你要怎么知道这个人的修行好不好？这个人的我执，什么都自我为中心啊，什么都施设有一个不变的我，都要就引合那个我，这种人修行，纵使修了很久，他烦恼还是很重，他没有破掉这个我。一个纵使没有证得出果的经律论三藏者，和懂得一经一论，乃至懂得在教理上用功的人，你看他也不会施设我啊。不会施设我，当然是他提起正念正知的当下了啊，他不是永远不会施设，他烦恼起来他还是会施设，但是他越用功，他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越用功。所以鼓励大家多听教理，纵使你听过还是去听，不止你每一次听的时候他可以引起你要感恩，这个老师纵使讲了一句经一句寄诵你曾经听过，但是借着这个所缘闻法的所缘境，能够带动你的正念正知，带动你的志向因行，你慢慢也就不会去施设自我，所以还是很重要的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你去多听闻佛法也是鼓励大家闻法带动啊，不是完全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家的闻法，辅助别人带动别人啊，都是好的。所以纵使听过也无妨啊。其实毗婆舍那你修过，你也不要重复修；奢摩他你修过，也不要重复修；你布施做过，你也不重复做，对不对啊？好，苏超这段话呢，有一段话呢是没有翻译哈、啊。这个问题有跟博慧老师讨论，也请教了菩提长老啊。菩提长老说他的英文书也没翻，博慧老师这边也没翻，原因就是。Samparaika Vipassako 这个字不好懂，未来的观者不好懂。当然理论上你可以推断说，哎，这个人他纵使今生没有证得到过，哎，后面再讲没有证的，前面是圣人，后面就没有证，他说可能下一世才证，今生没有证啊，有可能，但是他的观已经很强了啊，很强了，可能这样啊。所以菩提长老说他也许这个原因，他英文版也没有翻译出来啊。那最后一个呢，认定自我呢，是因为呢，如是已是，就上面已经讲着，也没有施设自我者啊。那下面呢，要说今呢，反施设自我者啊，转换一个话题啊。现在呢，要讲解凡是呢施设自我的人，都是一见认定之后而施设自我。哇，这句话太重要。我鼓励修观的学员啊，修毗婆舍那的，或者你知道已经开始看到你轮回痛苦要解除的问题的关键在自我的话，这句话就是关键词啊。凡是施设自我者呢，都是一见认定之后 ，samanupasita 就是认定。认为看作一见一这个啊，哇塞呢？因为有与见一与见啊，然后呢，一这个错误之见，这个见是指邪见啊，错误之见或者恶见啊。你看圣人也是依这些名色啊，可是为什么有施设自我的人会变成这样呢？是因为他依一个错误之见，然后呢，认定。以西朵啊一朵啊就是一个动词连续体，后面还有一个动作哈、啊、就是之后什么认定之后呢，接着他就施设自我，所以后面再一个动词盘压边体，所以这两个这个出现这种一朵、啊、的时候，后面表示还有一个动词，至少有一个或者多几个来结束一个句子啊，以后面的这个作为主要哈、啊。
所以他会失色自我，是因为他由于这个错误的知见认定之后而失色自我。所以由于那些的认定呢，乃因20种依处之萨迦也见未断果。哇，太好，说得太好了啊！所以你问题在哪里呢？就是那些认定啊，就是因为有20种依处之萨迦也见，因为没断，所以你会产生恶见。这个一个果就说明一个因，一个果就说明一个因。你为什么依名色会失色自我？为什么有些人啊，圣人包括宋慈是凡夫，但是他有正知正见，他懂得经义论教理的人，他也不会失色自我，是因为见，一邪见一正见而产生差别。邪见这个当作是果，因从哪里来？从萨迦也见来啊，萨迦也见。所以为是彼20种依处之萨迦也见，复说阿难，认定我者自何范围而认定？好，现在开始说明了，这个从哪里来呢？因为认萨迦也见这种错误之依处从哪里？从受愿、从色愿、从受想行识，就是从五蕴中的错误之见，认为受、认为色、认为受想行，从这个地方认为是我而产生的。所以他认定受为自我，我的自我不感受，我的自我没有感受到是什么？因为我认为色蕴是我，我不认为明法是我，认为色法是我。一个认为受是我，一个认为色是我，一些认为呢想行识是我，这个是五蕴，这个其实就是五取蕴啊，对五蕴的一种执取而产生。这执取是跟这个错误之间有关啊。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啊，现在呢要说明那些的过失，所以佛陀就阿难说了，这三类的持见者中，比比悠悠啊，比比啊，就是那个此错误之间的见啊，萨玛努巴萨提，就刚才同个字啊，这个当然是过动词啊，连续体，这个呢是动词现在式，就是他现在呢看作认定那些受呢就是我啊，那持见者认定他的受就是我啊，受即是我。因此呢对于那些的受呢就产生了我，那那些我呢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对不对？那说明他的过失。你说受是我，请问你现在一直感觉到受是我没有啊？有时候感觉是我，有时候感觉不是我。既然这受是我，应该永恒都是我，为什么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呢？说明它是无常，所以破除这个错误之见啊。所以你认为受是我，受是无常啊，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所以它不能成立有这样的一个我的存在。这一段它主要是说明啊，诶，你说受是我，它这已经破斥了，因为前面已经感觉到有时是我有时候不是我，都是无常了嘛，对不对？所以以无常等由一而无啊，有一而无，佛陀啊就有了之后失了之后而变成消失而不存在，所以呢有一而无，所以是无常。阿尼恰就无常等有一而无，有了之后而消失而不存在，根据道就根据这样的教理，从这个观点来解说，所以叫做无常。这个道很常出现的啊，根据巴利注释真理处有40种的道啊，以前我在缅甸学习的时候，这40种的道还要背起来啊，背起来，因为这种是帮助我们的观这边的锐利的方法啊，也是根据这样的方法去观啊，依这样的方法，所以它是重格道啊，根据这样依与这样啊，从这样的角度观点去观，所以有一而无叫做无常。然后呢什么叫有为呢？ Dehi Dehi 一以那个一以那个，然后因由集合之后合会之后叫做有为，我们叫有为三嘎的有为法啊。源于那个好的源，以这个正因这个原因好而以升起，叫原生法。把地上什么法呢啊，这边是解说明相啊。还有这个净法、衰法、四法、灭法，说明坏。所以凡被坏者，以灭尽衰亡失去消失，故你净法。
这里就是说明我之自我已逝，与世已去，这也是名相解说了，我这边我就列过了。第二种呢，第一种是执着受愿为我，他说不能成立。第二个呢是执着色愿为我，也是不能成立。色愿为我的人很容易是断灭见者，纯色愿都没有受啊，那个是我。他说这样的话呢，空无受处，就像棕榈风扇处窗垒处这些是否能够升起我？他说这个风扇处这个印度人要做个风扇是用棕榈叶窗口窗垒窗框这些，那这些物质的东西是能升起我吗？这样子说，凡人说当然也不能，这个是否定那第三个呢，受不是，色不是，那想行识是不是呢？当然也不是，也同样的一样的破除。那下面会说明这个轮转论 Vatthagatha 就是讲说将这个轮转论这三个要点，就无明爱跟见，所论者轮转就讲解这个生死轮转当佛陀正在讲解生死轮转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解缘起那缘起住构成我们众生轮回，第一个就是无明是要点，爱是要点，见是个要点，所以这里讲到见无明爱无明。这里你看你说这个九支缘起没有讲无明但又讲爱又讲见好，这个是点出它的重点那有一些呢是有见巴瓦，巴瓦有见这个巴瓦当这爱有爱跟有见好，下面呢最后我想这个是一个重点，转到下面这一段的注释书是提供给开始准备要修行的人要特别注意了。此处也是以见为要点的论说讲解，要讲解什么流转生死，以见作为流转生死，所以持见者Ditti Gatiko 就恶见者，他会执取 Gahedwa， 他令执取这个 Sukha 快乐的感受认为自我，感受自我当然有苦受了为我就会去执取这个受为 Atta，执取之后呢，就用那个执取的方式Paramasa， 以执取的方式来造作我 Ahankara， 造作我所 Mamankara， Kara 是造作做去做这个我，做我所就在一切有生去世去有情居中，有比比处始末，以比比处再生，如大海中微风所袭之舟船，常时断流转，不由轮转中拔出头来。这段就重点了，就说你怎么会产生这一连串的问题呢？如果你说这个就是 V water 开始要缓灭了，你要缓灭，你要修行，你就要注意这个地方。见，以见来说明这个流转生死的理论，或者这种观点或者教理。所以持见者呢，通常会在受的地方去执取为我刚才有讲，你执取受为我，执取色为我，受想行为，这个完整的说是五蕴那就在这个地方执取之后，去造作我跟我所，接着有了这我所呢，就是一种自我见的产生之后，你就会在轮转中继续流转。那佛陀呢用了多少就是若干的段落一长段的段落在说明这个轮转，现在呢就说明转换到理轮转 Vivada， 就是缓灭，前面讲流转，现在讲缓灭缓灭呢其实就是灭谛了灭谛通过道谛来这手段方法来达到，后面呢就要开始叮咛要修行的人开始要下手了。以与诸教说善巧 Desana Su 就在这个教说的 Kusala 就善巧世尊不针对，不针对那些因为，就也反正不触及不针对不触及那些因为要修建事
Navakama 是心啊，啊 ，kama 是作业工作啊，有新建工作、修缮整治或者引造建筑、土木等等，它造建东西啊等。已经舍弃业处的散乱普特切罗，哎，佛陀说，我现在要开始要教你们缓灭的方法，但是除了这些忙碌的人除之外，我只针对有心用功的人讲的哦，我不针对这些忙着要建盖的人哦。听到这边之后，大家都去修行，什么事都别做了，对不对？这一做什么事都是做。佛陀说，这个是这个舍弃业处的散乱普特切罗啊，是不是？不是的，这段话其实在注释属有，清净道人也有讲到四种障碍，就是你要去禅修，你要用功的时候要放下这些东西，因为真正出家人啊，是需要去秉持佛陀的教法，跟实际体验佛陀教法，把它一代代传下来。这就是三嘎的作用，注释正法，注释要靠这个三宝中的三嘎，三嘎是活着的传承的人。如果你做专业的出家人，你在专业的教法上不用功，你最后整天在修缮整治，你就变成了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对不对？你变成不是三嘎，你不是比库，也不是比库尼啊。但不是说不做啊，我们在律藏中看到舍利佛也带着比丘去勘察地点，佛陀说那里有盖金舍，佛陀带着比丘人去做呢，对不对？包括现在也很多，不管在北川、藏川、南川，也很多比丘也会盖故地啊，是需要的，衣食住要嘛，对不对？衣食住要是资具，本来你的生活需要用到啊，有时候不是盖给自己，盖给其他的修行人、比丘、比丘你要用到也可以的。但是不能一直整天忙，忙到最后忘记自己是比丘、比丘尼，变成了建筑师，那就不对，对不对？那有一些他不是，他正在忙，所以对于正在忙应修建寺的人，他舍弃业处的散乱普特杰罗，佛陀不是为这些人说的，佛陀是约助于念住行者，萨迪帕塔纳就是念住的念住，维哈里诺。比哈里诺是有住在念住中的人，有住在什么之中的人，比哈里诺就住在什么中的人，就住在是念住中的人啊，念住把萨迪帕塔纳，所以以不认定受为自我等开始讲解理轮转啊，这个就是重点啊。下面呢是把这一段要怎么样离开那个自我的修法，全部是关键字点出来。如是之比丘，以凡尔色的过去、未来、现在，色的内、色的外，或者外内的色、外的色，粗的色、细的色，劣的色、胜的色，凡是在远处的色、近处的色，这一切是一种的色，要确定为是无常，是一种思维。确定这些是一种，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劣，若胜，若远，若近，是一种一切色。确定为苦，是一种思维。确定为非我啊，博慧老师在导论中提到，他这边翻非我，他有提到跟无我什么差别，因为杂含经古代也有一些翻非我啊，是一种思维，就是无常、苦、无我啊。依所缘之思维智，什么善呢？这思维智有时候翻把握之、思维之、处之智。曾经有一个人他翻处之智，我问他，哎，你翻这个有特别用意吗？哎，也是有根据。他说毗婆舍那只有身体的触到才知道，所以叫处之智。思维智会落入概念的想象。哎，这个也有他道理，不过他这个解说有一点狭窄啊，狭窄。毗婆舍那的触之不是只是身体啊、哦、啊，是六触。好，以一切法转起故，不认定受为自我，不认定其他想行识法为自我。所以就是以无常、苦、我三相观照五蕴的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远近、胜劣，是一种这些教法。在杂含、在相应部、在分别论的一开始都是讲解这些啊，所以完整的毗婆舍那
观察啊，其实这边还没有训练成毗婆舍那，它是毗婆舍那入门。对五蕴的把握，在根据初期佛教圣典是有过位的，是有内外四念住也是一样啊，提到内外观啊。彼不如是认定时，与世间就没有任何的执取，所以你不会认定五蕴的这一些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一项哪一项有我、有自我的成立啊？所以因为你没有认定是自我的时候呢，这个是世间呢、啊、就没有任何的执取了啊。没有执取的时候，就无所扰动。不因爱见慢之扰动而执取时，彼不扰动啊。所以呢，你为什么会有扰动，会有这一动摇呢？是因为你受到爱见慢的影响。因此自证般涅槃，这是经典中佛陀这边就提到灭谛啦，透过道谛进入到灭谛，以烦恼的止息自证般涅槃，为是如是般涅槃者，审查智之转起。你为什么知道你般涅槃呢？祖师叔说，你懂得审查智，知道真正的阿罗汉、辟支佛、佛是不会还与剩下哪一些烦恼没断，已经彻底断尽，已断尽哪一些，再检查已经没有别的烦恼啊，这个才是彻底的一种审查。好，这一段呢就是讲解他到达这个灭谛啊。好，下手处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所因行界，盆牙也阿哇。阿瓦卡勒，阿瓦卡勒是行径哈，阿瓦卡勒变成的这个 double 的应该怎么样哈啊，所以呢是叫所因行界。阿瓦卡勒其实是指牛走路的木栅的范围，牛的圈子的范围哈啊，再翻界哈，虽然欲界、色界、无色界在注释书里面、书抄里面有时候用这个阿瓦卡勒行径心走的范围。跟那个达土的戒这个用字不同、哦、好，这边呢最后我旁通一点资料补充给大家、哦、为什么叫五蕴为会所因行界呢？他说因为由于这个涅槃前分的诸行啊，是以灭的状态而施设啊，灭的状态涅罗的啊，也因此被得或者能够以那个蕴诸行作为会的所因行界，故说无蕴为慧的首因行界。可是大家知道真正涅槃的灭跟这个生灭之的灭，后面的坏灭水观之的灭也是用涅罗达，大家要注意在巴利佛教很常就称为是见灭得道的这个分别说部，这个地方就看得出它特色哈。分别说部这个系统啊，跟般若中观啊这个地方有相通处啊，相通处。你灭这个灭要注意，如果我们还没进入道果智，这里所说的灭是有为法的灭，这个灭不是涅槃。所以灭有两个灭，在巴利注释书书抄里面提到两个，一个是有为的灭，一个是无为的灭。涅槃的灭那个是涅槃，如果在涅槃之前、道果之前，毗婆舍那行者他不是进入道果智的话，那时候的灭的话通常很多是在坏水观智的灭、啊、坏水观智的灭是说当这个人的修毗婆舍那的智进入到正在很锐利啊，这个锐利也可以翻成结集很快速的意思，在运送、啊、他的这个转起的时候智很快速啊，然后在诸行啊，最是诸行以诸行就是 这些有为法诸行中迅速的现起啊，在诸行中它不会达到，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执取的缘故呢，它不会住于，不会达到生，不会达到住，也不会转起，就是执取所转起的东西啊，包括这些相，它会只是住于灭啊，所以呢只是念的助力或者分成坚固好，以念为首的智只在这个灭尽衰灭破坏灭只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正在观察那些我们名为称它为行桑卡拉的这些，它进入到那个状态当中呢，它
他深刻体悟到你们称他为醒的这些，我的体会不过是如是生已，如是被灭，我只见到灭，只住在灭，而不再住在生。这个地方其实也点出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认为有个我，因为我们一直在概念上停留在生的概念，生生不已。其实生灭法中，在生的还有灭啊。所以坏灭随观之这边呢，是住在灭哈。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在这样的状态下呢，然后呢，苏超就说他是离开了道非道十种染之后的人，进入到锐利跟快速的这种观智，叫做坏水观的毗婆舍那智。那进入这样智的人呢，他就会呢依以这种三种善巧，就以灭尽善巧、以衰灭善巧、以空善巧而现起。所以这样的人以种种见、种种邪见不动摇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边就是开始讲解，其实这些人已经有观察明色，因为前面注释书提供这一大段呢，其实就是在明色之间跟缘起之后的道非道之间清净，就思维智的内容来的。你可以对照清净导论就可以看到这一段，他只取了道非道这一段开始，然后后面呢道非道之后呢会产生生灭智，产生生灭智的人，又能观的人会产生有可能四种染，有任何一种染而产生了执取。那在破除这种执取之后，进入了行道自念清净生灭智之后，再转向坏灭水观智的人，这时候呢他的心会稳固。所以为什么有坏水观智的人，他的定开始会提升啊，因为只是单纯一种所缘，前面的所缘会观察很多啊，所以为什么修观之前有一点定力还是有帮助，因为那时候观多啊，执少，心容易散乱啊。但是到了坏水观是容易定，是因为它所缘只见灭了，这时候的灭要注意还不是涅槃的灭，但是这个灭它可以称为就是这个从有为度向无为的中介 transition of， 我称它为中介，重要的中介，就是这个有为的灭到通向无为的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灭为所缘。好，这个地方就是坏水观智，坏水观智开始到达真的通达之后，进入行舍智，是通达空性的人。好，今天因为这段很重要，我就多讲了36分钟了啊。然后下一堂课最后一堂课，然后只是列说最后的七四柱跟八解脱啊，然后再留半小时，我们期待已久的波慧老师会跟大家见面啊。好，今天就到这里，接着下来我们做回向。好，请大家合掌。愿持功德众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有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萨度萨度萨。